哇，好可爱！掌声！好可爱！你们的脸都好可爱，你们看我。好可爱！看你多可爱！来，一张。哇！秀秀秀秀，陈俊秀。啊！耶！什么口味的？好满足哦！不是，双十一光棍节就是要跟我们的妮亚跟子珊一起过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对。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吗？我喜欢活泼的男生，活泼的，听到没有，粉丝们？哦，还有一点，最重要就是爱我的狗跟猫。真的有爱心很重要，来粉丝们听到了，今天珊珊呢？对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善良，善良很重要，善良很重要，然后最重要的是要相处，对，相处起来的话就是感受也很重要，真的要自己跟一个人相处之后才在对的，外表对外表真的不重要，真的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呢要先来给粉丝一些福利，一连串的挑战料吧。我们先请呢我们两位的妮亚跟子珊来个五连拍。好，五连拍，好，来来，珊珊先。好，第一张可爱，哇，好可爱，掌声。更可爱，第三张，超级可爱，超可爱，第四张，超可爱，第五张，没了没了没了，耶，很可爱，看你多可爱，可爱，可爱，看你多可爱，不是，来第一张，哇。陈俊秀，安打秀，全连打秀，秀秀秀秀，陈俊秀，耶！然后再征求一位粉丝，跟我一起做情侣的 pose 好不好？情侣 pose， 哇！后面帅哥，赶快！兄弟吗？我叫小哥，你们一起叫哥，是不是？可能放假？有啦。放假吗？我第一次听到。光棍节，光棍节，因为我光棍，所以我放假。光棍节，光棍要休假。是这样吗？好，几个情侣的 pose， 然后一人一个嘛，一人一个。好，可以可以。然后你们真好，一人一个。哇！今天出来就值得了。这是一个 pose。走不出去，然后他往前。
必须是，你是个打开，必须是。然后大玩笑的啦，手砍掉嘛。然后第五个大头贴，头贴头，啊，五把，五把，哇，好好啊，好了，谢谢。捐赠物资的粉丝们在哪里？我们可以先来做一点捐赠物资的朋友来，我们先排队过来，好不好？先一个过来，先一个。你要解释。哎，有位置。这奶茶我不敢吃。不敢吃，那我们来别的，我带两个，好不好？吃到饱，吃到饱，甜食吃到饱。哇！这么好吃吗？哇！什么口味的？好满足哦。哇！有没有觉得今天来的是对的？对了，是哇！接下来的关卡要到了，有奖征答的活动了哦。有奖征答活动。有奖征答，来，那我们先从珊珊开始问。我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生日几月几号？珊珊的，好，来，我数一二三，来。我会。你会？我的生日，好。我会十一月三十。台湾已经有人泄题了。那谁 ，Eric， 十一月三十。好。这个我本来是两次。这个我是他自己亲自带的礼物，是很贴心。哇。这是我平常会吃的坚果跟黑豆。哇，太。就是没有加什么调料，两个月要吃完。啊。先来，直接来那个念雅的问题。女孩要干嘛？剧中蜜雅的职业是？是。3、2、1。谁？那个谁？来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在看，女孩要干嘛？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刚刚看到，那你从今天开始一直看男歌。好，还有问题没有？来了。这就是神的直觉，大家知道吗？马上去找题答案。先猜了。哇！哇，这是我去泰国买的。零钱包就到了尾声了，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莅临，耶！